大家好，我是仙宝宝。从录视频到现在，一直有人说我没有耐心。你可以说我短，但是不能说我没有耐心。这里是我们的二 B， 哎，哦 ，HB 铅笔。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这样搭铅笔玩，但是吧，以前上课的时候老师总是不让我搭。谢谢老师，幸好没有耽误我的学习。但是今天为了证明我有耐心，所以我今天要把这个搭得很高很高，搭到到到到。就这样一直一直往上搭，搭到这个天花板上面。嗯，让我们开始吧。一二，虽然看起来已经搭很多了，但是这还只是我的一小部分。这虽然是我的一小部，但却是你们的，你们的干活吧。我太难了，高铁。真的不骗你们，我下来的时候我腿都在抖。最后一些铅笔了。轻松，只花了3个多小时，失败了2-3次。我以为起码要花个一整天的时间吧。我的青春都在干什么啊？量了一下，差不多1.8米到2米吧。这东西做出来之后真的超壮观，感觉它随时都要倒下来的样子，但是它却没有倒下来。意大利那边有什么比萨斜塔？那这个就是嘉兴的比萨铁塔，很没有气势，学别人。那就把他的名字反过来念，傻逼铁塔。我觉得这种东西应该好好保留下来给别人观看，只给自己一个人看太可惜了。我什么时候回家给你看一个巨屌的东西。